找到台湾的频率，台湾六十赫兹。大家好，我是廖庆学。台湾呢有许多的休闲活动，经过多年的演变呢，形成台湾特有的文化。其中有一项呢就是钓虾。那么钓虾文化呢，在台湾呢已经有超过40年的时间了。那么早期的话呢，它是一种亲子的休闲活动，但是近两年来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竞赛模式，让钓客呢可以享受比赛所带来的快感。但是你想不到的是，台湾呢还有一位钓虾神人，靠着钓虾比赛呢可以赚近100万。的奖金。聚精会神盯着水池，这位钓客感受水面下的微弱讯号。短短不到1分钟，一只活跳跳的泰国虾轻松上钩。真是厉害，他几乎每杆必中，但是钓客说今天钓况不好。也是正直，也是正直。他要怎么去判断说有没有虾子救了？就是看浮标有没有下沉。那他下沉的时候不要马上拉，因为他跟钓鱼不一样，他吃饵他不会马上入嘴，他会先用他的螯，然后去夹饵。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位，他不是一般的钓客，他是鼎鼎有名的钓虾神人廖克刚。34岁的他征战全球，拿下许多钓虾比赛冠军，靠着一手钓技赚近100万年薪。今天他不藏私，公开秘诀，从钓点选择首选就是角落，再来是有水泡的区域，因为虾子喜欢氧气多的地方。公竿提供的这个钩子，以往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小，那我们会建议说可以到钓具店买绑好的比较大，就是9号的。那钩子大有个好处是，如果今天虾子不咬的情况下，你越钩子越大越容易去勾到它。那我钩饵会去头去尾，身体这一段把头拨掉，然后尾巴拨掉。然后差不多剩这样，越小越容易入饵，钩子穿过去，然后捞一点钩尖，那我们就直接丢下去。这次就吃饵了。一开始接触是因为我在小时候，以前虾场比较多，那我爸他们跟他朋友下班啊，就是都约钓虾场喝酒聊天，然后就会顺便钓虾。第一次接触钓虾是这时候，到后来大学的时候，就是有跟朋友啊，甚至是同事，然后相约去钓虾。然后那时候去钓虾的时候，也是用公竿，然后用他们的钩子，然后虾子都有来，但是就是钓不起来，所以其实那个挫折感很大。然后你可能看到一群人开个5、6竿，钓起来可能10-20只而已，就是每个人都钓个位数。然后后面我就想说，想要去研究说我要怎么去把虾子钓起来，因为你在做钓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自己的装备，通常都钓比较多，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人家钓得到我钓不到？那时候就想说去研究，几乎常常每天往虾场跑，只要有空就去虾场跑。我一开始把钓虾当休闲，但是是后来发现钓虾也可以赚钱。我假设我开竿，以前我那时候刚接触的时候，3个小时可能450-500，那我只要钓2到3斤，我可能我卖掉的钱就刚好可以付我开竿费。那如果我超过的斤数，是不是就变成我赚的钱？对，那时候我发现可以卖虾的时候，我就会想说，那我要钓多一点，因为我钓越多，我赚越多。别人的钓虾是休闲，阿刚钓虾却可以赚钱。不过钓虾场的老板很阿萨利的说，他不怕你来钓，钓越多他越开心。以前20几岁的时候爱钓虾。然后太太也爱吃虾了，然后就想说开个钓虾场这样子，
然后找场地，大概找了一个多月，好一个多月，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要挖井啊，铁工啊，然后轻钢架都要重新来，水电的啊。夫妻俩，一个人喜欢吃虾，一个人喜欢钓虾，两个人因此有了共同的念头，一起打拼要盖出梦幻的钓虾场。但是当规划好以后呢，才发现说糟糕了，居然没有虾。跟人家买虾子进来不会养，续虾子那时候过滤系统还不会，然后大概就买了每天进100斤，然后死了50斤，嗯，那时候蛮辛苦的啦。有几间钓虾场会让我去看他的续虾子，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工班呐，然后去参考人家的续虾子，过滤系统，然后回来再放大，然后把自己的续虾子搞好，这样子，就慢慢学习，慢慢进步，这样。爸爸嘞。早远从屏东来的虾车抵达黄老板的养虾场，工人快速把一箱箱的虾子卸下车。这些步骤分秒必争，因为虾子从屏东而来，已经坐了一天车子了。因为虾车的话是从虾农，哦，虾农，再来是大车，大车会到交流道，交流道那个我们的虾车会去接，然后到我们这边就是接到钓虾场。如果虾车运送过来，有没有过来的钓虾场的途中，多少难免会有一些那个活动力比较不好。然后死伤会带一些，然后我们会把它挑起来，好让那个虾车带走，这样子。下一个步骤就是开氧气，哎，让它有活氧那个含氧量，好阿米奇度，然后你那个死伤要尽量挑，哦啊，然后大概这样子，然后我们虾子就能顾得好。泰国虾是比较难顾的，阿勇先去搞，对不对？这边只是泰国虾的暂居之所，近年虾子的成本节节攀升，老板大方不怕人钓，每到整点时，老板会按照现场的竿数在虾池中放入满满的新鲜活虾。来看一下哦，15斤哦，好，来放下15斤哦。虾农变少，然后我们虾有时候供应不足，虾子贵也降不下来，以前一斤是300亿而已，290到300亿，现在是415，然后有时候这些价钱要反映在消费者身上的话，我们也怕他们不来消费，然后再来我们也不敢降太升太高，对，因为大家口袋也没那么深了。老板为了想在市场生存，大打美食牌，用台味热炒征服饕客味蕾。如果说钓客虾子钓起来，然后想要料理的话，我们这边也会有带客料理，好像胡椒虾啦，哦，金沙虾，哦，那个糖醋虾，哦，还有盐酥虾，这样子。我们这边都有。钓虾文化在台湾发展超过40年历史，除了国人爱钓虾外，更是许多外国游客来台的指定行程。钓虾不花力气，成就感来得快。近几年，在林书豪等名人加持下，钓虾风潮席卷全台，台湾的钓虾场甚至红到国外。好，我们是香港人，但是我们住在日本，台湾好像挺流行钓虾的，我们今天就想悠闲一点，然后就选择不来钓虾了。第二次吧，在香港钓过一次，很危险。就是要久了的花学费去学，久了大概会知道说什么样的浮标呈现什么样的讯号。过去的台湾钓虾是一项老少咸宜的活动，这两年钓竞比赛更是蓬勃发展。为了发展钓虾文化，还集结各大钓虾社团组成钓虾协会，希望钓虾成为全民运动。
但我在成立协会之前，其实有先成立了一个网站，各个选手各式各样的赛事所有的资讯数据全部都在这个网站里面，让所有的选手所有队他可以都可以把所有的记录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所以他随时都可以看。到目前为止我们大概办了大概接近100场的比赛，我们预计可能在今年的6月初我们会在台湾办一场全世界最大的那个吊虾比赛。好，除了吊虾活动之外呢，近几年呢台湾的马拉松路跑兴起呢，也带动起了全民跑起来的运动风气。那么国内的金鹏公司呢，把这项运动呢结合环境议题，一同倡议2050净零碳排。参加路跑的民众呢，还可以把过去呢旧的运动衣呢拿过来回收循环再生。那么现在呢，甚至把这一项活动呢运动呢带入个人的生活当中，透过线上路跑的运动呢，让全民能够一同参与，跑满40公里，金控公司就会帮你种下一棵树。那么现在呢，是成功的在全国各地呢种下了超过7万棵树，也让民众了解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这里是中都湿地，随着镜头从高空俯瞰，可以清楚看到位在柴山山路旁的爱河支流蜿蜒流淌在高雄城市当中，沿岸自然景观丰富多样，白鹭鸶轻巧漫步，一湾流水映衬着两旁红树林。我们往中都湿地的深处走去，经过了一座座的吊桥，来到了湿地的中心。这里有一群人默默地在艳阳下挥汗种树。我们今天会种乔木跟灌木嘛，可等一下我们灌木会种在这个区块，还有会搭配乔木一起种。这个是山枇杷，山枇杷结果实的时候是对鸟类非常喜欢的佳肴之一。对，我们原则上会营造一个森林层次的一个变化了，它有树冠层，也有一些比较低矮的灌木层这样。中都湿地公园它主要是红树林的植物跟那个海岸植物这样。嗯。可后来我们爱种树协会因为互帮的关系进来这边，开始我们原则上已经开始选择台湾平地跟低海拔的植物为主。这一棵是珊瑚树哈。啊。珊瑚树，蛮多公园会种的，为什么？因为它结的果实都红色的，而且量蛮多的，所以有些人觉得很漂亮，所以才把它叫珊瑚树。它有一个名称叫山猪肉，就是因为叶子臭，很臭，有一点迪巴比嘛。真的耶，真的好浓哦，那味道很浓哎。植物啊，可是其实闻久了其实是香的哎。这一棵我们叫土蜜树哦，会来种这种树，是这种虽然在台湾的低海拔荒地很常见，但是我在中都这边没有看到这种树。结果实的时候对鸟也很喜欢吃哦，尤其是白头翁，它很喜欢吃这个植物。我发现那个总干事后啊，应该很喜欢鸟类，对不对？你种的树的话呢，你都特别讲到说，这个呢其实是哪一些鸟呢，他们喜欢吃它的果实，然后呢哪一些鸟呢喜欢栖息的一个地方。对，应该是说要引导人们进入大自然，对，鸟类是一个很好的媒介。所以呢我们要先种树，然后呢能够吸引这一些鸟类来栖息，大家也可以融入到这整个的环境里。对对哦，好，来，那我们可以开始种树。 OK， 来来陶景江。我们除了补种一些台湾的原生树种以外，这边也有很多外来种的干扰。对，可比如最常见的，就比如现在在我正前方的那个银河欢，密密麻麻都是对对对，所以就表示它非常强势。对，可它把原生的植物的栖息地都占据了。给你看哈，那个银河欢为什么那么强势哈？最主要呢，它的种子有没有看到？
它一打开来的话全部都是它的种子，这些种子的话一旦落下的话，它其实就马上都生长出来，你看这全部都是。我们在这边种，我们对这种很强势的外来种，我们会把它处理掉，不然后再补种一些延伸的树种这样。这一棵是台湾赤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叫土球嘛。对哥，那我的洞要挖多深，它的宽度会土球的两倍宽，深度也是两倍哦。用这样的一个洞来种，可能会对它以后的成长比较深度两倍。对，我们可以先再埋，先埋一些土回去嘛。哎，这样可以了，这个就可以把那个土拨回去。拨回去。对对对。因为南部的太阳很大，它加这个纸板最少可以保持它的表土比较潮湿哦。嗯。哥可以抑制一些杂草的成长。我们还会再立一个竹竿啦。嗯。立这个竹竿的目的一样哦，因为竹竿的颜色跟一般植物都是绿色的哦，你立这个竹竿它颜色不一样，它们在割草的过程中，就看到有一个竹竿，就知道说那边有一棵树。嗯，他们在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会比较小心这样。就是后续的在维护方面的话呢，它其实呢也能够确保这个大树的话呢，它可以好好的生长。对，所以等一下他们会做一个浇水的动作，因为像中都这一块，他们标榜的是一个生态岛。对，就像刚才大家你们走进来的时候，过那个桥，你就发现两边的世界不太一样。是，这边草也是生态的一部分。对，没有错。你不管是过去的物种，或者是说现在台湾原生种的物种，或者是外来物种，其实在这边你其实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在这边种下的每一棵树的话呢，它其实代表着很深重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哈。哇，你们这种整排耶！哇，啊？对啊，这里面的大概两米的那些树都是种的。你看这一片啊，全部那个有立竹竿，那个全部都是他们种的。这个也是你们种的吗？对对对。哇，这现在已经比人都还要高了。这种了多少年了？这个是三年，这个是黄金哦。哎，这个是原生的，它是很重要的一个蜜源植物。它每在这边开花的时候，就有很多蜜蜂在这边。其他的花蜜的，你看到这一整片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他们过去所种的。这种这一片的话，大概种了多久的时间？目前是第三年，刚好是我们跟富邦还有高雄市的养工处大家一起合作，第一次种就在这个地点。所以那个总干事现在看到这一片树林的时候呢，他其实呢是充满着喜悦的哈，因为有那个成果出来可以看得到。这边离高雄的一个绿色瑰宝很近，就是柴山，我们讲的生态廊道嘛。如果你把中都这边比较营造更多样化的一个生态环境，我觉得可以让柴山跟中都这边的生物它有一个连结啊，也可以看到具体的成果了啦。对，哦，加棒加棒。爱种树的总干事林庆喜，这几十年来与各地的志工们以及企业团体，默默地为台湾种下了许多树，每一个标志都是一个期盼。人生真的没有种的话，以后你的后代都看不到树。随着全世界对环境议题的重视，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生存不仅至关重要，对企业的永续发展也是一大挑战。从2022年开始，生物多样性的议题也成为了永续指数编制和评鉴机构用来评估企业永续实践的准则。从2015年开始的话，我知道富邦也陆陆续续投入到了这个 ESG 的一个环境永续的议题上面哈。具体上面来讲的话，富邦是怎么做的？好的，其实我们在2021年又有重塑了我们 ESG 愿景工程的策略，好，从原本的六大策略聚焦到四大策略，包含低碳、数位、激励还有影响。那因为其实现在气候变迁的问题非常的严重，所以呢，我们又聚焦低碳的部分，推动了一个 Run for Green 的奔向绿色的计划。那这个奔向绿色的计划呢，可以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的核心职能的部分，就是金融的部分。我们希望在2030的之前可以达到投融资到2.9兆。那还有就是我们在离岸风电，我们在陆上风电的部分，我们在城堡以及兽性的部分，也在台湾也是一个
很大的占有一个很大的比例。那在非金融的部分的话，首先可以看到我们的营运部分，好，我们希望在2040年可以在全球的600多个据点都可以使用绿电。那还有就是你熟知的，我们也有推动 Run for Green 植树减碳的计划。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结合我们所赞助的四大马拉松，好，还有一些新增的赛事，只要呢跑者参加这个四大马拉松，累积40公里，我们就会为跑者种下一棵树。我们在今年呢也开始推动全民线上跑的活动。知道那四大马拉松的话呢，其实参与的民众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每一年呢大概有8万多名的跑者参与四大马拉松。那当他跑完马拉松之后呢，跑者都会到网站上查成绩嘛，哈。那查成绩的同时呢，就可以看看自己的累积的公里数有多少。处长，你自己有没有参加？我当然有参加。我看你跑几公里，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啊！看一下，哎，真的哎！我现在是26.44公里啊！哎，你快要累积到可以种一棵树了，没错，你26公里。可是我现在是2000多米。哎，很有趣，它还可以排名，对不对？因为我们推动Run for Green 3年以来呢，我们也听到很多跑者的心声，他们觉得说，除了就是专业的马拉松之外，在自己平常的练跑是不是也可以加入？所以我们在今年呢，也推出了 Run for Green 全民线上跑的活动。那透过这个线上跑的活动，你只要有穿戴装置，好，例如说有 Apple Watch 或者是 Garmin 的手表，你就可以把你的成绩把它上传到这个网站上面，就可以开始你的累积你的跑量。所以我们希望透过马拉松赛事的结合，来让减碳议题主流化。要种出一个树苗，种出一棵树。想象一下，我们是一个树苗，所以我们先把一只脚伸出来，脚尖朝上，双手呢先由下慢慢的扎进，慢慢的往上进行伸展。好，我们接下来这天晚上在台北市的街头，我们看到的不是来来往往的车潮，而是一群热爱运动的人聚集在仁爱路旁的广场上。出示证明。还给你 ，OK。好，拿这个衣服领的。谢谢谢谢。这次的城市夜跑主题是 Run for Green， 除了跑者跑满40公里，富邦帮你种下一棵树。上面有报名参加的跑者，现场还可以领到一颗种子。活动的每一个细节都倡议着生物多样性的有趣理念。你可能对这个城市不熟悉，可是你因为跑步，你认识了这个城市，同时间你认识旁边有趣的人，因为我们希望所有的跑者像是这个城市的艺术品，对，去点缀这个城市，让这个城市人可以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希望。当跑者跑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很像是在舞蹈一样，对，我们希望让所有的城市人可以互相认识。第一首，守护住我们的地球。多少公里？其实我这几年累积下来，应该算是，如果这四大马应该算是120公里。但我实际种树种了2棵树，我种了，我用80公里我去换兑换树，所以我种了2棵树。我就自己有种在像是在红树林，跟台南的那个台上国家公园。其实透过Run for Green 在沙洲来去建种树，来去将这个海岸线设置好，其实是可以维持整个海洋的生态的，包含海平面的生态，因为那边还有大家所熟知的黑面琵鹭，然后红树林嘛。对，其实透过这样种树，可以去让在地那种生态维持它的多样性。你们帮这些跑者们，现在目前来讲，在台湾里面种下了多少树？已经在8个县市、9个植树点种了7万多棵树。那跑者的部分的话呢，我们也会积极的鼓励他们来线上领树。那目前符合领树资格的也有6万多名跑者。那因为植树嘛，配合植树地点以及植树的季节，所以我们都是预先把树种好，等待跑者来领。那领树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为你的小树命名。像主持人，如果你持续的参加我们全民线上跑的活动，或者是参加我们台北马拉松的活动的话，那你在线上领树的时候，你可以叫你的名字，也可以把它送给朋友。好，记得跟你跑。
旁边的人互相交流，真的是太神奇了。透过智能的技术，我们只要把家中的旧跑衣拿来扫描一下，就可以快速的辨识是否为100%的聚酯纤维，这样一来就可以提高旧衣回收的效率与可行性。这好有趣，很像那个家里面把那个家里面的衣服都全部拿来试看看，真的，对啊，到底哪一些是不是开始变形。恭喜你！哎，对耶，是回收嘛，哈？对，哎，哎，还要确认，要按确认，好，可以了，丢进去。好，我这件事喽，是飞哦，飞是飞飞。旧衣回收的同时，也进行资源上的分类。旧跑衣投入智能衣物回收箱后，企业也将聚酯纤维制成旧衣循环再生。跑者们出发前纷纷把旧跑衣投入回收箱，接着我们就准备出发喽！加油！出发！谢谢！跑起来了！哎，你在这里啊？各位，各位一定要隆重的介绍是谁？是谁？凯平的话呢，是那个布帆马拉松的创始人了。哎，这次我们的话是城市路跑。对，那现在我们想要让更多的跑者参与这个 Run for Green 计划，所以我们就是今年四月推出了这个线上马拉松。柏林马女神带领你跑。台湾其实也有2050净零碳排的目标嘛，好，但是呢，我们觉得说，其实净零的目标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还是离得比较远，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一个让民众比较有感的方式来推动净零，好，也就是说，如何把这个净零的这个目标把它主流化，让民众知道说减碳的重要性，才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减碳嘛。那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赞助的马拉松赛事有四个，那这四个马拉松赛事呢，每年其实会有80,000多名跑者参与，另外还有很多民众他可能会透过线上或在现场观看这个马拉松赛事的进行。这家台湾最大的本土金融公司，透过运动赛事结合永续环保理念，让全民动起来，更希望能够带领其他企业走向永续低碳营运模式。你还不错哎，都没流什么汗，旁边这一位你流汗流最多。我是男子汉。他感觉怎么样？很好啊，用双脚认识整个台北市。哇，哎，你常这样子跑吗？常常，一点下班也会这样。真的吗？好棒好棒，好健康的活动。好，我们要继续跑下去了。好，谢谢谢谢。哇，你看大家都很厉害。我们一群人经过东区小巷，穿越国父纪念馆，学生大家都在开心的在城市探索，最后跑出一件属于自己的跑衣。透过路跑活动响应环保永续概念，是富邦长期关注的重大议题，而且还将 ESG 纳入公司经营策略当中。我们在2021年就推出金融业的第一本 TCFD 的报告书，因为我们觉得气候相关的这个财务揭露其实是达成净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在之后呢，我们也订定了就是绿色金融的一个准则，那希望说透过这个准则来设定我们投融资部位的一个高敏感性的产业的准入跟撤资的标准，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推动产业低碳转型。那再来就是我们在2022年呢，我们也提出了科学基础减碳目标，那也获得这个国际组织的通过。那我们希望说透过投资跟融资这个部分的一个力量来带动产业的低碳转型，所以呢要透过经济的力量来解决环境的问题。那经济的力量解决环境的问题，其实金融业就是属于一个枢纽的位置。
好，每年的十一月到隔年的五月呢，是樱花虾的捕捞期。那每到下午两点的时候呢，东港的这一座恒温市场里面呢，就会准时上演一场抢虾大战。那么整个拍卖过程呢，可以说是快很准。哎，如果不是经验老道的买家呢，很有可能呢在这里会空手而归。那么东港的樱花虾产量呢，多年来能够保持稳定。那么年产值呢是高达新台币5亿元。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东港渔民呢严格的自律，订定公约。那么近渔期的休养生息呢，也让东港的樱花虾渔业呢能够成功的以量制价，价格呢是翻涨了10倍，连日本的渔业单位呢都前来取经。屏东东港是远洋渔业的重镇，也是全台最大的黑尾鱼产区。今年4月，东港第一尾以1公斤13,000元的价格拍出，拍卖总价为3,130,000元，再创下历史新高价。每到黑尾鱼的盛产季节，总是吸引不少饕客来到华侨市场品尝生鱼片享宴。而紧接着在黑尾鱼季之后上场的，就是这一个被称为东港三宝之一的樱花虾。捕捞到的樱花虾依照进拍卖场的顺序排列，这时候买家们也陆续进入，准备大显身手。这是樱花虾盛产期，每天下午2点准时在东港拍卖场上演的抢虾大战。老千报捷报告，老千，老千起，来，老千起窝。为了保持拍卖环境的卫生和樱花虾的新鲜度，渔业署在6年前新建了这座全程维持18度的恒温拍卖市场，所有进出的人员也受到管制，只能靠帽子的颜色来辨别身份。全销商们个个眼明手快，有的伸手一摸，有的只靠眼力观察，就能马上判断出樱花虾品质的好坏，接着马上在便条纸上写出价格，反盖在樱花虾上，再由拍卖员当场开标，价高者得。一次拍卖的量以一艘渔船的捕获量为主，整个拍卖过程快很准，若不是经验老道的买家，很有可能会空手而归。你今天的大概都多少钱标的？拢超6400、6500。啊，这一个小时。哎 ，OK 啦。会不会有可能流标？哦，流标不，净干就流标。流标这个没有相对推广，就是。有啦，看技术啦，看唔在底，哟，哎，这技术面啦，你都往内看遐啊，会打三卖，啊，有诶往内都黏黏，要安怎卖？买20多箱尔，也拢买6400、6500的。啊，啊，认真讲，我真拢买啊，水的啦，拢遐上水的，我买上悬的。我做恁讲买销日本的，哦，我的客户本来都80%拢走日本。陈春潮是拥有35年资历的老船长，退下船长职务之后，从事水产品加工，把东港名产外销到日本。每天下午2点到华侨市场竞标是他的日常。樱花虾，我什么所在？还有河谷，河谷就是深谷，东港最的深谷啊。有迄个粉刷图，就人迄正规制这个粉刷图，烂图也卖我，迄个沙也卖我。隔海水洋咸水的交流界，东港拄好伫这点的烟火，拄好伫遮啦。啊，东港冲出去吼，西通去到海南岛，南这边算通到迄落菲律宾。东港的樱花虾产量多年来能够保持稳定，年产值高达5亿。重要关键就是东港渔民成立的产销班，严格自律，订定公约，连日本的渔产单位都来取经。
每年的作业时间是从11月到隔年的5月是它的捕捞期，每年的6月1号到10月31号是它的禁捕期，把每天的最高容许的捕捞的箱数由原来的无上限减为现在每天最高10箱，那每一箱的重量以不超过15公斤为原则，所以每艘船每天最多的重量是150公斤，就这样子来规范我们的作业渔船跟维护海洋渔业的一个资源量。那如果它超过的话，每艘船超过了10箱的部分，它必须得要有一个动作，就是说它可以送给它的朋友，就是同样在抓樱花虾的朋友，那或者是就是第二个选择，就是带回缸里面拍卖当作公积金，那第三个选择就是倒回海里面去。基于其的休养生息，让东港樱花虾渔业成功的以量制价。早期被当作是杂鱼做成饲料的樱花虾，在1993年改为公开拍卖制度之后，价格从1箱600元逐年递增到现在1箱6000元，价格翻涨了10倍。每天从拍卖场竞标到的樱花虾，会有冷冻车护送到加工厂的预冷室，准备进行加工。樱花虾回来以后呢，我们会做2道的程序，一道就是干燥的，然后一道就是冷冻，就是冷冻生鲜的部分。我们也有实验室，我们会检验就是它的生菌数。今天的原料我们大概买50箱，然后就是现在的品质还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不敢下去买。如果今天很漂亮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大致上会去买，买差不多在150箱左右。就是不一定啊，要看当天的品质而决定。陈静文是典型的东港鱼二代，一年大约要外销200吨的樱花虾加工产品到日本。他对于樱花虾的加工制程非常讲究，他说让樱花虾保持鲜度和美味升级的 paper 就是掌控每一个步骤的温度。他们是在做那个珠子孤品的动作，然后也是从原料虾进来到我们工厂，在30分钟内，我们一定要马上把它及时处理干燥，也是确保原料的新鲜度。然后它每天的在烘烤的过程大概在7到9个小时。干燥之后的樱花虾必须进行人工挑选杂鱼分虾，每一个人的动作熟练又迅速。但是这看起来都长得一模一样的虾子，又该怎么分辨谁是樱花虾呢？我们这里有3种，一种的话，真正的樱花虾是这中间这一个，那旁边这个它名称叫做刺虾，再来这个是虾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在樱花虾里面？因为那是它的杂物。那我们正常的樱花虾，它大致上就像我手上拿的，差不多3至4公分。那它天然的颜色就有一点我手上拿的偏橘的这个颜色。那一般如果像樱花虾有染到的话，它还是会有红色的边边，它会染到红色的那个我们的红橘。还有的话就是它烘干以后它完全是扁的。我举个例子，刺虾跟虾吼的部分，你仔细看，它就是有圆的部分，嘿。那樱花虾的话，它怎么封以后，它完全是整只变扁的。虾皮啊，刺尾青啊，我们所说的黑皮啊，但是它是仿樱花虾最好的一个产品，因为它跟它的比例大小差不多，所以它可以去染色，成为樱花虾以高价位去卖给一般食用的公司或者餐厅这样子。一箱箱挑选好的樱花虾正准备打包装箱销往日本。东港的樱花虾因为渔民的团结和自律，保护资源不因过于而匮乏，也让海洋得以喘息。而这样的共利共享模式也成为台湾渔业永续经营的最佳典范。
石化以及钢铁业呢，用来储存原料的大型储存槽呢，里面呢是装着化学物品。那么如果呢不定期检修跟保养的话呢，危险性非常的高。那么传统的一个处理方式呢，是搭好鹰架之后呢，在高空来进行作业。那么不仅它的工期非常的长，也容易造成工安的意外。那么现在呢，台湾的新创团队呢，研发出了像这样的蜘蛛无人车，那么解决了这一项的难题，也让石化钢铁龙头大厂呢，都成为他们的客户。电影《蜘蛛人》飞檐走壁，轻巧地穿梭在高楼大厦与敌人作战。现在这样高超的攀爬技术，透过创新科技也应用在大型船舶、风力发电以及石化钢铁产业。我们的吸附的方式主要是靠磁力附，所以原则上的话，大概就是碳钢这样的材质是可以的。但如果是不锈钢，或者是水泥，或者是玻璃纤维，那这些就不那么适合。一台只有28寸行李箱大小的检测无人车，像蜘蛛人一样，轻轻松松就爬上20层楼高的石化原料储存槽，来回仔细地帮整个桶槽做彻底的检查。它主要是做所谓的非破坏检测，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很特殊的定位系统，它用过一个视觉里程计去解算它的位置，所以它即时可以知道它在桶槽的相对位置的什么地方。我可以量几百个点到几千个点，透过这个机器就可以完成，包含它的钢板的厚度，还有它涂层的厚度，这涂它表面的保护漆，这保护漆的厚度的多寡，就是来说明它的保护力还有多少。靠着强力磁铁攀爬而上的蜘蛛无人车，结合了机器视觉定位技术，透过电动推杆搭载的感测器，及时将测量桶槽、槽壁的磨厚跟壁厚状况，以及测试位置和影像传回数据中心，建构出整个桶槽的健检地图，让工作人员快速掌握存槽的健康状况。接着就可以马上评估除锈位置和规划施作路径，远端遥控蜘蛛无人车完成任务，不仅省下作业时间和检修成本，也降低安全疑虑。它的效率大概是人的2倍以上，所以我大概只需要1到2个礼拜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程，甚至最重要的是它的安全是绝对可靠的。2024年3月1号，高雄前镇工业区发生工人清洗除油槽时遭油泥块掉落压住，不幸死亡的意外事件。这里是李长荣化工，位在高雄前镇国华2街的厂区。事发就在1号下午2点多，当时受困的吴姓工人跟其他4名工人在油槽里面清洁，吴姓工人遭剥落的油块压住受困，所有人撤出之后清点才发现少了一人，赶紧打电话报案。2022年1月15号傍晚，高雄港洲际码头华运仓储新建油槽工程鹰架倒塌，造成2死6伤的工安事故。高雄华运仓储新建油槽工程发生严重工安意外，造成2死6伤，遭到高师傅勒令停工，开罚30万元，并持续调查，要追究相关刑责。石化和钢铁业用来存放原料的大型储槽，内部装着化学物品，如果不定期做检修保养，危险性高。传统的处理方式是搭好鹰架后在高空进行作业，不仅工期长，也容易造成工安意外。如今高风险的工作，只要派出这台蜘蛛无人车就能搞定，帮石化、钢铁业者解决了长久以来的难题。这个成功故事要从一群平均年龄30岁的7人团队开始说起。一场无人机灯光秀的表演活动，串起了7个人来自不同背景的缘分，看好无人载具商机，在2019年成立了左翼科技。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锁定了所谓这种比较高劳力密集又相对传统的一个产业，就是农业。我们就拿出了自己的微薄的积蓄，那共同来成立这样的一个公司。当时都是用这样最低薪资度过了前1-2年。那后来是有一间上市柜的一个石化公司，他打电话来给我们，询问说，你们的无人机既然能在农业去做所谓的喷洒农药或者是施肥，它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去做喷漆这件事情？那我们去了解之后，就在想说，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开发，一个新型的无人载具来做，
所以才有了所谓的贴壁式的产品的问世哦。就是它刚开始下去的时候，它前面吸不到了，它前面的力量不够的时候，它就很容易翻下。那是你把它再靠近一点？没有，我直接把整个180度转弯。我们那个时候大概3个月不到就做出一台测试机，因为没办法，就是创业就是一直烧钱嘛，就我做了大概10版的改良，才有办法就是最后真的是稳定的去量测这样子。硬体上面，比如说我们要怎么计算让这台车子它可以稳稳的粘在上面，会不会掉下来？然后说，它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需要选多大的马达？这个都是需要有一些计算。测试机到真正去场域服务，就大概过了大概半年到快1年的时间。经过不断的改良精进，这台蜘蛛无人车已经同时具备检测、水刀除锈以及喷涂的智慧化功能，连石化钢铁产业龙头都买单。整理装备、测试机台，这是每次出任务前必须要做足的前置工作。团队中的每位成员几乎都拥有5张以上的专业证照，这都是为了确保进行石化厂检修作业时能够兼具安全与效率。石化厂它除了有基础设备之外，他们有不同的气体或是不同的液体，它就是会搭配不同的管线。那他们一个厂加起来可能都是有好几十公里甚至好几百公里这样的一个长度，久了之后在那样的一个高腐蚀的环境，它会有一些些微的泄漏的风险存在。我用扫地机器人，但是它在室内版的概念，我把它搬到户外，让它去做一个定期路线的巡检，可以让它定期1个小时2个小时去巡一次。透过 AI 视觉影像辨识，扫地机器人再进化变成巡检机器人，在半径200公尺内就能侦测到气体是否有遗漏，提升石化厂的安全性。从农业转向工业，刘俊霖团队持续创新研发，展现台湾的科技新实力。日本有一个3K 产业的说法，就是它可能高危险啊、高劳力密集，所以我们会很希望我们所做的，不管是产品还是技术服务，都能够去解决3K 产业的问题。我们会希望在台湾的公安事件能够越来越少，甚至是我能够更有效率，然后更节省成本。希望我们的技术跟服务真的能够被世界所看见。今天带您走访的南台湾，看见了位在高雄市中心的绿色宝藏中都湿地，在国内金控公司以及爱种树还有全民的参与之下呢，让这一块绿色宝地呢成为城市当中的一座森林，也建立起了生物多样性的环境。那么屏东的东港三宝之一的话，樱花虾则是透过渔民的自律规章，让过去过度捕捞的樱花虾呢可以获得保护，让海洋资源呢可以永续发展，环境永续需要你我的一同努力。台湾六十赫兹，我们下次再见。